不要开枪，直接长官在里面。 接走了吉野，闯出了检查站。清水呢？清水已经阵亡。啊，我知道了。这么多人，就这么让王亮跑了？你忘了吉野至今有方了吗？如果他被劫持，他的手下绝对不会来。这至少可以说明吉野最后没有背叛。是我错怪他了。这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。 王亮肯定带着货物，加快速度，在路上拦截他们。小子，八路有埋伏。 这次这坎儿过不去了，都留遗言吧。
队长，俺无牵无挂，没啥可留的。我也没成家，没啥可喜的。你呢？啊，你这有老婆孩子，你留两句话下来吧。啊，队长，留了，刚才在下边都留好了。哎，你写的啥呀？没啥，没啥。说说，这几个人现在没机会往外给你传这个了，说说大伙听听。其实真的没啥，我就是跟我媳妇儿说啊，以后啊，再有那些碎碎叨叨的人说刘二狗是汉奸，咱不跟人急眼，大大方方承认，刘二狗以前啊就是当过汉奸，可是刘二狗最后是跟着武工队打鬼子牺牲的。啊，哎，对了，队长，我想问一句啊，我现在能说我是武工队的吗？那二狗，谁要不认你，俺大伙都不答应。二狗，谢谢兄弟们，我二狗知足了。就是这好名声啊，可能传不出去了。不过，能跟着兄弟们一块打鬼子死在这儿，我死而无憾。老薛，你这里不是酒啊？老薛早把酒戒了，这里边要是酒啊，还轮得上你喝？哎呀，感情啊，你天天拿个水糊弄你自个儿呢，你。差不多了。将一箭双雕，不但运出货物，还要诱杀我。大堂，诸位，撤退！撤退！撤退！阿狗，这回你的好名声应该可以传出去。是，把上次父亲办的遗书拿出来。哎，队长，不能干，不能干，不能干。咋？又说假话？那倒没有，那倒没有。为什么？Thank you.